纵马横枪，为我国唱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月明啊。我们接着来啊，体验啊，进行我们的中世纪之旅啊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啊，先定一个简单的任务。本来开始这一期之前，我想的是出去捡一身铁套，或者说收集一身铁套就结束了。但是现在看起来，我都已经穿上钻石裤子了。再定这种目标多少有点不合适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就先简单定一个小目标，就是多探索几个地宫，然后拿到一身装备吧，拿到一身合适的装备。毕竟你像铁头这种东西，是吧，也不太合适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出发，直接出发。这是一个什么魔族啊，好烦啊。你这啊，刚刚还以为出 bug 了，吓着我。先调一下这个游戏模式，不管用。结果发现原来是改错东西了。OK 啊，现在我们调好了，接着去探索吧。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，定一个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搬家。这个地方属实有点儿。不能说它不够大，但是多少其实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们只是找一个住的地方，但是它实在是有点过于的招人厌了，就出门就被啃一口，确实有点烦了。这个只能说没想到这么凶险。这个我们还是这个鹰叫，好像是我们还是换一个地方住，看看这附近啊，找一个宽阔的地方，或者比较小精灵。这个精灵多好啊！之前玩那个模组还被精灵狠狠的侮辱，追着跑。这我们换一个地方住，住到一个比较。我没必要靠近原来那个岛嘛，那个岛虽然很美丽，是吧？我们不准备在上面搞什么基建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先来看一看。哎，哦，原来是 Guide Tower。算了，不信人家凡人东西了。是的。哦，一个传统的东西，相当传统的东西，我们把它破解了吧，把它破解了。这底下不会给我整什么幺蛾子吧？我也没必要把他们弄哦，华丽长袍，法师用的，猎手弓，马克，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确实，被烧成铁六，这东西怎么看起来这么现代化呀？自动，哇哦，冷酷头盔，有点斯巴达亡魂那个味儿了。这个得拿。你要给我在这儿捡起一套来吧。蜘蛛风帽，哇，这个可以了。这个有点意思，说实话。哇，齿轮。啊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东西是不是？这个东西是不是？圣甲虫哦，这个东西，血之胸甲、海绵刺，这俩东西先放进去。痛苦循环，抽取玩家。啊，有意思，这个附魔挺有意思的。剩下那些不要了，
是时候开始滚球了，是什么东西？放在哪儿呢？哪一个魔族人？我斯巴达亡魂不佩戴吗？这个东西是？缺手对应蓝位中符，哇，这个是能力，沙漠中方，免疫窒息伤害，哇，有点强，说实话，但是他需要这么一个槽位，这个槽位搁那儿啊，这个东西啊是末地重置，那也就是，天，感觉黑了。强的强的啊，我不是我的错觉，天确实黑了，主要是我在家里逛了一阵儿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眼是用来重新进入末地，管它是什么，我挖出去了，这就，嗯，看来这个东西不想让我挖出，我换个方向，哎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哎，兄弟，借你的床一睡啊！借你的床一睡。我这个人，借不借床其实倒是小事，主要是来你家先躲躲，整理一下箱子。嗯，不不不，我得 OK 了，这个。刚才冲突了有两个重要位，金头盔放进去，疏风帽，感觉不如这个呀。说实话，我头上戴着这个斯巴达亡魂，好像不如这个。高度血之胸甲，这个是加抗性的，没必要，我先都放起来。战斗中吸取能量，快速攻。先玩我手里这把破东西吧。借床一用啊，借床一用。哇！我一脚把雪月给跳了。几位是干嘛的？哎哎哎，沙漠强盗不老合适了吧？你想抢谁？你想抢谁？一强盗。抢谁？抢谁呀？我虽然是圣骑士，拿着懦夫的武器，我一样。我的青天！怎么这么些蛆啊？你错了，哎，丢了个宝。鸡哥，我错了，鸡哥。我打错人了，鸡哥，我错了，鸡哥。哦，给了一个，哎，这其实就已经凑齐一套了，但是我觉得不是老合，不是很合适。十个纸。这个键位幕后还需要都调开吧，咱们有一些常用的东西得用。这算是成，其实已经算是任务完成了，但是我觉得还不太够。
不太够啊，还不太够，其实。气得我连吃两个，这个。想想，你总得这一期是吧？有点进步是吧？我先问一下，把这任务书放家里了。主要是事一下就办完了，有点什么恐怖。看一看，这边是火山，火山也上不去啊，这地方。这里头有个什么东西？看一看，这个地方已经去过了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铁匠的村子，这是个沙堡吗？看那个造型。我看了一下他的任务，虽然可以不试生产，但是好像地必须得挖，因为他有一个进入更深层的地下的任务。不过，看看吧，先不急。我看有一个击败哥布林王的任务。我看我们这一期我们也是以一个 boss 啊，坏，吃错东西了。我们以一个 boss 结个尾，看看能不能找着这东西。击败哥布林王，首先没有空解释了。既然雪月开始了，我们就先把雪月这个事件给怎么说呢？暂时的任务活下去，志愿星了，属于是。斧子哪里就更致命了？我没弄懂，其实。不过先活下去吧。我们先去尝试接触一下周围的。食尸鬼还会自己打呢，真是一场好戏。用谁都打。废物。干嘛？没用啊！食尸鬼失去了脑子了，属于是。很可怕。没抠，哎呀，你看这苦力怕扭的也太乐了。然后他们还会手动把这东西点起来，我死一死，不看看，看起来是很厉害的末影人。盯好了，孙子，沙漠强盗是吧？不知道什么叫潮汐猎人是吧？谁？哦，没事，流血流吧。哇，这个东西是火鹰吗？还是作废？是作废？哇！作废死了呀，宝宝！把我作死了 ，DPS 不够高，只能说。一个一个解决，来，沙漠强盗是吗？
把这个钻石蝉揪出来吧，灭绝。韩八嘎，我就韩八嘎，没激动。不行，他太能吸了。嗯，行了行了。哎，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大寒娘尸，背上啊，堂堂船锚，潮汐猎人大战狮王。刚才那个吸血的是啊，潮汐大战吸血鬼，潮汐什么都大战，一会儿大战曹操啊。我还能吃下一颗海藻，哎，双叉戟，这个空自带消失诅咒还行，诅咒之发，金线。希腊，虽然但是希腊火不是喷火器吗？你看一下我们设定的什么 ？OK， 一切正常。嗯，希腊火是干嘛用的？不会是合成一个燃烧瓶吧？这也太正常了，兄弟。行，接着看，金线。金里尔琴，金线球，我能拿着这个金线球去找那个牛哥吗？米洛陶诺斯，打鬼，暴杀梦魇，坏，没拿船锚啊，没办法，潮汐猎人大战梦，那个潮汐猎人大战，有人偷偷拿箭射我，去，哎，谁人打的太极拳？喂，啊，大个骷髅，这都是些什么东西，我得一个一个看看啊。什么大个骷髅啊，我瞧一瞧。哎，这大个骷髅。这是鸡啊，这是哪有大个骷髅？骷髅异变体，骷髅异变体不挺。哪儿？谁？什么？啊？哎，潮汐猎人大战玉母蜘蛛。潮汐猎人大战跑得飞快的小王八羔子。潮汐猎人跑了，潮汐猎人吃下了金苹果，潮汐猎人，王八羔子呢？出来！哇哇哇哇哇！啊吧吧吧啊吧吧吧！让我想起了银狐电影里的一个那个哑巴。是不是你方才射了我一箭？不像、啊，他哪有？是他在射箭，那绝对不是他，就这个准头肯定不是他。
就这个准，就冲这个准头也肯定不是他了。也背到背上了。过这一夜我去想，哦，反正现在缓下来了，没，其实没这么可怕。这个东西就是看了一下，不能说就是生产可以不是，但是夸矿是得挖的。我发现不挖矿有些东西根本做不了，就有一些东西还得靠自己生产呢。还是这个我们就比如是吧，新生魔，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再跟你讲。新生魔翼啊，新生魔翼，我看有些东西需要挖矿。简单研究了一下吧，然后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是我卡还是怎么回事？天怎么一抽一抽的？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这个。主要是我想说什么来着？我想想，好，主要是我记错了，那个钓鱼的那个木的好像不是这个套整合包来的，可能是其他包来的。哎，潮汐再来大战幽魔蜘蛛。哎呦我的妈！哦，画地为牢是吧？给我地谱师，地谱师，我一个潮汐大，一个毛鸡，我一个毛鸡。零 CD 毛鸡了，属于。吓得我顺手杀了不该杀的人。可怜的袋鼠就这样被我击杀了。这就是地谱师嘛，有够好笑的，我的他妈是。哦，原来一开始我毛的那个东西也是人家的。哦，躲着吧。引雷。哦，还有这个包。主要是没有，怎么说呢？没有刷怪塔吧。如果有的话，其实布施啊，用这种东西感觉也可以。不叫什么叫布施，就是用这种东西也不失为一种策略。坏了，我忘了看他能做什么了。蓝雨之物。这个东西确实是能开出好东西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地浅吗？月亮下山游龙。青年节约一下。有人打错了人。这就是雪月嘛，除了那几只比较吓人的怪之外，其他的好像也就那样了。算了，接着出发了。不吃这套。
阿丁哥，妈的有鬼是吧？妈的，夜眼是吧？你他妈的 SA 是吧？哎，跟我玩这套，跟我玩这套，哎，我躲，我直接磕大药，你磕进去，哎，磕进去。嗯，好歪的剑，伏羲猎人大剑古弓，一个毛鸡，一个，哎，不老合适了，再吃个大药。哈哈，Reading for that? What? 不懂。不知道主意的，从这儿看看吧。这里头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从公主大堂儿。就是底下，这什么呀？地宫吗？哦，地下村庄。哎，正好有间空房，睡一觉。哦，这就是刚才那个大 boss。 好了，我惹事了，谢谢。从这上去吗？也不是。坏了，您这入口不会是昼伏夜出的吧？这种倒霉地方打他，那可太倒霉了，兄弟。哎，有了啊！击杀柜台，啊哈！我来回抽搐什么呢？不应该等他来回抽搐。再见。没这么强嘛。我啄了，我啄来，哎。救下来！天呀！哇！战斗高塔，这是谁？铁匠的剑，刀 keeper。哎，这不正好有一本书吗？你去龙，这是什么龙？撤龙，是轰龙，好可怕，吓得我躲你了。我不躲了两可吗？我不是幼龙，幼龙啃我一口掉两滴血，算了吧。
您这马厩也够近。哎呀，有铁匠，也就只能铁匠家借住一晚。本来有一个房子能住的，结果他不让住。小一跳，里边养着。哎，我以为你这里头还养个大猫呢，那也太吓人了。看一下，万兽之猎是什么东西？万兽之猎，嗯，是万兽之王，万兽之猎。哦，懂了。喝药水炸死敌人。那我能不能驱死这只龙呢？我是一个卑鄙的两格人。哎，过来，又有一个小平台、啊。来来来来，哎，试一试。过来，试试。救你蛟龙！喂，我就该老老实实拿我的斧子砍他呢。我一个圣骑士为什么要用剑呢？潮汐猎人大战龙骑士，再也见了。生普通肉，你这龙啥也不掉啊，合着。您这个龙稍微有些有趣了，我只能说。蓝缕织布这东西你看，附魔一副，魔力工作锤，死神镰刀。我做这个东西好像不大合适了，毕竟我是个圣骑，是吧？哎，你小浣熊招你惹你了？你非要跟人打起来？但是这个我要帮你除一下，过来，冰身女妖是吧？上上那个呢？下来，前方有战斗高塔。哦，粉色的羊，哇哦！我，哎，刚才检查了一下储存情况，哎呦，哎，算，战斗高塔要紧，狠狠的 battle 啊 ，battle flame gosa， 不行我就注制。好，快进到，我不挖进不去。哎，圣女贞德，你挂去了。玩儿呢，搁这儿。我生气了，我可就住这儿了。铁门、铁窗，哎，铁锁链儿啊！不懂，
不懂。咱不拆，你走下来。劫掠者的塔呀，孙子！你先把我的船锚放在这儿看。你可要仔细了。大的刷怪龙。Brass Amber 摆出 Tower。什么黄铜琥珀抓怪龙战斗高塔，这地方啊，我就是塔主了，倒是如果我们攻下这里也算是找我们直接在这存个档。Saving 看不懂后现代意思的吧。我来错地方了，其实但是正路在哪？正路在哪？这要是当的家呢，说什么？没啥呀，这怎么如此啊？这就是战斗高塔吗？这也太高，也太塔了吧？掠夺者喜欢劫掠是吗？家都给你拆喽！这是个什么的刷怪啊？也是掠夺者，都给你拆喽！几层了？跟着师傅扫塔，这是，我也是孙大圣。这还是哭了。啊，这塔上为什么静的诡异啊？感觉。这合理吗？我都快塔顶了，哎呦，哦呦，潮汐猎人大战弩哥，潮汐猎人暴杀弩哥，就这呀，不合适吧？顶层怎么得给我弄一个，是吧？啊，我已经听见了，就是想要这个动静了。就他厉不厉害无所谓，但我喝完水就来打你，你等着。瞄谁呢，弟弟？
这玩意儿抠的好像还比船模快，船模好歹也是铁的。塔里的这个风声啊，嗨，啥呀？大的石碑，大地魔像宝箱已上锁，给我放出来呢！你倒是，不管了，我先在家里睡一觉。这里还有，这可睡不肃静。怎么解呢？算是攻下来了，反正这个魔性跟我和平相处的这几个箱子我也倒我可以先不谈，是吧？你们到时候在上面种点东西是吧？哎，土豆、胡萝卜、小麦的都种一点。哇，还有这种地方，也有洞天呀！完了，赶紧睡一觉。啊，你二，二十，因为你可能就八，睡觉。我的家里你在哪儿啊？看，你有狗子，给把石狗是吧？这里没有、不是每一个这种地方都有。包括这里吗？这里也是。那就算攻下来了，其实。就这吗？原来这就是战斗高塔吗？这合理吗？我看他们打战斗高塔都你死我活的。这合理吗？啊！啊这！哎，不管了，这就是我的新家了，有怪在处理。月明塔啊，多帅多帅啊！月明塔，好了，就这儿了。管他什么跟什么呢？哎呦，怎么还闹鬼啊这？我刚起完这，没人给我闹鬼，你就不合理了吧？那吃口饭吧，外边还有沙漠强盗，也挺热闹的。我站在塔里边吧，还是啊，站在这个地方啊，放一放。然后下一期呢，中间我会把东西都搬过来，然后把这个塔呢研究明白，看看如果说打大地魔像，如果是比较有什么纪念啊，也算吧，打大地魔像，然后处理一下啊，这个东西就放到正片里了，然后下一期准备
怎么说呢，就把生产项目都拾起来吧，就是说不是说那种，哎呀，又是弄一大片农田那种，就是啊，挖挖矿啊，挖挖矿，大家都很喜欢看的那种，是吧？这个 OK 啊，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，拜拜啊！回斧子是不是不太合适？看属空手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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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挥挥宝袋吧啊！这个啊，也是宝袋啊，希望大家给我们啊一键三连，多多收藏支持一下啊！下期再见，拜拜。